起。拜。起。拜。起。问讯，问讯。花。
中请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父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祭除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诗示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沉醉正觉，天人归仰，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饶众生先妙语，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
生灌顶接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受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观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演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入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田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护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真养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佛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入其透华，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意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藏经第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耶那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
来为妙色庄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超过无边恶气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过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具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法藏比丘说此句，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念如佛，念佛为我广坚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如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法藏白言，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差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以彼21句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如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藏诸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知无量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
分别出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经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一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财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取，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独得生息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
明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处修菩萨恨具足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诸群平底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悉舍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雄说法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千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真妙花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第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德得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及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彻尽恭敬三宝共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后为长者七世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辗转优波罗花珠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何得自在威势语言分别之手能知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弘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顶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圆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世界明天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佛。摩诃迦叶那遮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前世诸佛作道，无世劫来供养四海一佛家是佛子，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弟子，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土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之，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而合住。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不可思议，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甚深，身亦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尘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位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又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水与一毛神真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足多。阿难比目犍连，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尊敬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融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又提道场有佛
道士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钱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故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具宝所饰珠宝珠金珠龙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句庄严随应而现，每方习动催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若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就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前持漂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吃懂长相是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获益半生获益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即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尽生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知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超力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源同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此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愿作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此时无时则淡气受以意为此受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
法网，弥勒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贯蓝笋，南与南国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举，追诸罗网其中法事，诸微妙因缘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垢，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如来观觉如到罗门，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其花光明无量长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学正其国第二十二，故是阿难彼国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住于真定之地，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知见地彼因故。十方无上第二十三，故知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即将分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悉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陀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解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虚妄，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也，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根，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比舍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其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稽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那。诸土如影像，闻花红是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那。闻法要说寻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寿继承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环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曾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心盖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西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
念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誓赤丁八方上下去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故此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等相教作本身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可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佛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卷舌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眼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了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意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孤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无见界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月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片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胜说
右提国土为妙安乐清净道子和菩提为善念道师自然出入共向观君行道取要小齐才猛智慧心腹中为一如确实外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西风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便约定若以神貌行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在善地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武器恶道自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立摄性第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后人在爱欲之中独身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不与相见时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疑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伤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顾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计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熟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坚健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受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何求
善恶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不弱，转将恶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华故有穷举孤独聋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苦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同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恃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学问成熟，后交王身不顾前斗，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敌，交战不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易，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敌，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用行为是轻易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殃又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无则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负，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不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事，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作，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凡有患者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若彼世中日三恶道所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竟，当入
中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君圣仁慈佛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生度又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感情而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平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慈德本故万道尽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世所以舍得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舍得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古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古心诡异受于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求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各之相各如幻得志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志然敢将所愿则得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作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汉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作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信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一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君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满天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偏三十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离色犹如劫贼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施功德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悉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摄空和乐器不苦自然愿作五因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多持花香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极乐世界宫殿罗贯持名次祭祖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便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之
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缘事，化作如虚见果，知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有道弥勒，有人民有贪生者，如后见罗弥勒，他人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贪求如愿，摩天尊已空，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家无色，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律世时，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大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真实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净，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七年智慧不明，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贪之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尊者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军团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如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客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城中不从宣轮王方许方的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小如云燕宫殿之祥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今晚九九一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寻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那汪佛陀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勇猛以全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就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佛名
已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能持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地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情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对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者，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事实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听闻书解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作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第33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使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都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实意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正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真眼睛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众业，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闻经后义。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6800比丘出落已定心得，却多次持意菩萨以无上菩提咒不对准，以弘
是功德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如上菩提未成八亿金石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会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呼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赞耶多耶多耶耶多阿弥陀佛陀比阿弥陀悉赞佛比阿弥陀比迦兰帝阿弥陀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赞耶多耶多耶多阿弥陀佛比阿弥陀悉赞阿弥陀佛伽蓝帝阿弥陀佛伽蓝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帝耶他阿弥陀佛毗阿弥陀悉耽婆毗阿弥陀佛伽蓝帝阿弥陀佛伽蓝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诃
起。拜。起。拜。问讯，问讯，
Oh,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大慈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维多诸天菩萨，南无伽蓝身众菩萨，南无历代出世菩萨，南无大圣金那罗王菩萨，南无萨婆达那耶多哇那的地阿萨婆那耶萨婆那耶吽，南无萨婆达那耶多哇那的地阿萨婆那耶萨婆那耶吽，南无萨婆达那耶多哇那的地阿萨婆那耶萨婆那耶吽，南无娑罗婆耶昙达耶多耶昙智达阿娑罗娑罗婆耶娑罗婆耶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婆耶昙达耶多耶昙智达阿娑罗娑罗婆耶娑罗婆耶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婆耶昙达耶多耶昙智达阿娑罗娑罗阿耐陀罗娑婆诃，此时释迦为上方十方佛，中方诸神仙，下济六道兵，真实无差别，随缘切宝满，临近时得的无量波罗蜜，三德六位共和其身，化具有情，不同供养，阿弥陀三宝瓦法日来风，阿弥陀三宝瓦法日来风，阿弥陀三宝瓦法日来风，愿诸oh
南无小三耶稣呀，问讯Yeah.
此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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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三宝陀罗三世大王菩萨摩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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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摩萨摩诃萨摩诃萨摩诃萨摩萨摩诃萨摩诃萨摩诃阿弥陀佛，本来多耶，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三世多闻菩萨是比萨是比萨是三摩地利萨，南无阿弥陀佛。毗卢毗婆拉婆诃那世昙伽耶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提昙伽耶多耶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萨摩诃帝娑婆Amen.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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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得智多耶多地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多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得智多耶多地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多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萨瓦昙达耶多瓦热智帝唵三宝乃三宝来佛。南无萨瓦昙达耶多瓦罗智帝唵三宝乃三宝来佛。南无萨瓦昙达耶多瓦罗智帝唵三宝来三宝来佛。南无娑罗婆夷昙达耶多夷昙智他唵孙卢孙卢婆来娑罗婆来娑卢娑婆诃。南无娑罗婆夷昙达耶多夷昙智他唵孙卢孙卢婆来娑罗婆来娑卢娑婆诃。南无娑罗婆夷昙达耶多夷昙智他唵孙卢孙卢婆来娑罗婆来娑卢娑婆诃。唵耶那三宝哇法日来哄。唵耶耶那三宝哇法日来哄。唵耶耶那三宝哇法日来哄。问讯。Yeah.
南无阿弥陀佛。问讯。